Mays Place 领养院位于温哥华市中心帕豪街一栋大厦里面。中心由 Bloom Group 拥有和经营。Mays Place 领养院有六个私家房，其中两间房间设有私人的洗面盆和厕所，另外四间就共用卫生间设施。Mays Place 领养院的院友共用的范围包括客厅、饭厅、同一个休闲室，仲有一个半开放式的露台，俾院友、院友嘅家人同朋友一同享用。